您现在收看的是生命电视台。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弘法行。愿世间快乐多过于悲伤，愿世间温暖多过于孤单，愿世间光明多过于黑暗，愿世间和平多过于征战，愿世间感恩替代了责难，愿世间谦逊多过于骄慢，愿世间慷慨多过于贪婪，愿世间良善多过于邪然，愿天空保佑最初的蔚蓝，愿心量如海被点点拓宽，愿生命随缘聚散，随遇而安，万物都回归。大家阿弥陀佛，有欢喜不？这个世间真苦，唯有做善事，还有一点力量啊。所以，就像外面的天气热热的，但是我们的动机，大家要来慈悲，所以我们就可以忍受。我想，佛教只有一个任务。就是慈悲，所以慈悲的对象是没有分别的，那叫普度众生啊，就是平等，我们要帮助所有受苦众生。那我想世界各地都是一样，所以我们要更努力更精进啊，因为这个世间所有的存在，哪怕那只动物是活的，但既然是还是还在受苦的状态，每天为了寻找食物，每天会怕被吃，所以我们人也一样，每天都在想说我哪里生病了啊，我要去健康检查，所以身体也好，感情也好，事业也好，政治也好，国际局势也好，有一个共同的情况，念一下不安定，那佛教讲诸行无常，第二个没办法控制，那佛教讲了诸法无我啊，第三个来有受皆苦啊，凡是你知道了感受了都在变化无常痛苦，这个就是世间的真相，这一点各位一定要去体悟。也因为世间都是无常苦空没办法控制的，所以佛陀要我们了解这个真相，你就不会痛苦了。今天你这个身体，请问各位，这个身体会不会生病 ？Guarantee， 保证的。所以这一点你要了解，你了解以后，那么你就可以接受它啊。生病啊，生病正好念佛啊，啊，你不生病还没借口嘞，还说哎，可以探疾呢，啊，所以你不生病还。说哎，去上课了，去上班呢，啊，好像逼得我们不生病就要去做工啊。所以我想各位这一点要去思维这个道理，不然的话，老实说了，我们来放生救他的命，不是光放这只鱼，而是要救他的什么？来法身慧命，让他就近脱离轮回苦。
啊，所以放生的时候为他们念心经啊，念心经让他们了解空性啊。虽然外表是鱼，外表是人，乃至是鬼道众生，那基本上大家都在轮回受苦，所以唯有了解空性，念是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啊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心无挂碍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能除一切苦，真实不虚。所以简单的说，佛教要我们有这个智慧。那什么是智慧？你讲相信因果轮回，善恶果报，所以升天下地狱，富贵贫穷，这是有它的因缘果报的。所以每个生命，你只要起心动念造业，那必须有这个善有善报。所以各位今天出很多钱去做好事，这个有没有业？有没有业报？有，叫善业啊，让你升天，让你来世更富贵。请问升天富贵有没有还在轮回啊？还是苦的。有这个业就有业报轮回，所以叫善有善报，所以恶有恶报。那全世界这么多人，请问我们新加坡算不算一个善业啊？算了，你看海边这么多人放生，你到哪一个国家可以啊？啊，你到美国去，政府抓着你跑呢。啊，我们到美国还是放，但是政府同意，当地的虾子、当地的螃蟹，你就租当地的船啊，啊，让你们在海上放这样啊。但是一只都不能外地的这样。所以因为他们有保护期，如果我们去放他们也好这样，但是他说不能在陆地这样啊，所以当然各有各的限制。但是无论如何，我要讲的就是说，这个世间啊，所有的存在，包括天人，天人为什么一直要来供养三宝？特别天上的神为什么一起要去供养僧众？为什么怕死的？天人要舍报的时候比我们人还痛苦，因为他知道下一世要去哪里。而且天人最大的痛苦不是生病啊、得癌症，最大的痛苦是什么？念一下，爱别离苦。我们人类才一个太太、一个先生或几个儿子，天人是几百万个太太，你看一下爱别离多苦啊，都一个一个要跟他离开。而且呢，天人最大的痛苦是这个老天人快死了，他旁边的太太早就去找别人，因为知道完蛋了，快死了，大家昏昏去找别的天人。哇，你看他那个心脏要裂几遍啊！啊，除了爱别离苦，离开他所有的一切，没有生病的问题，又知道下辈子要去投胎在狗的肚子里面，下辈子要去投胎在猫的肚子，投胎在鬼道，他们都知道，天人嘛。所以天人最大的欢喜是说，如果能够去供养清净修行的出家人，他就可以升更高的天，因为他们有这个恐怖。那阿修罗道也恐怖，阿修罗道是天天在打仗嫉妒，今天有一个小姐比我漂亮，哦，我冻北条，他回去再化妆再出门这样啊。今天有一个男生武器拿的比我多，他也受不了，所以他一定回去再拿武器再出来。所以各位看到很多护法像都叫修罗像，他们看谁武器大，看谁的头多这样啊，因为他们天天在竞争打仗。所以天上的女人不漂亮，真正漂亮叫阿修罗女啊，每天都打扮的花枝招展，怕输人家，这个叫修罗道。那天人不用，天人各有福报，天衣无缝，自己身体飘香，皮肤漂亮，他的头发不用烫，像花一样还要烫吗？他身体不用擦香水，不用洗澡，因为天人是在享受一种福报，看到别人比我好，只有羡慕，赶快再去做功德，这样就叫天人。修罗道是竞争啊，那人类呢？人类各位在新加坡就知道，来竞争怕拼啊，不能输人啊，也在这边努力啊，但是。为什么？因为怕痛苦，而且不了解生命的意义。但是佛陀讲一句话最好了，来，没有欲望的快乐才是真正的快乐
啊，像各位坐在这边，现在想不想抽烟？谁快乐？免假婚了，啊，不用喝酒了，不用唱歌跳舞了。现在海水的声音好不好听？好听。等一下看到那鱼漂不漂亮？我爱他，要这样。现在你看到你儿子爱他，很苦呢。看到鱼爱他，不会苦。啊，所以各位要去培养。就像我昨天我们在万佛林，我看到几只老鼠，我是要撒给鸽子吃的，结果鸽子飞走，老鼠通通来了，我才觉得那个老鼠比我小时候养的狗更漂亮啊！所以我想佛陀要我们一个快乐的生命，快乐不是等到死了，快乐也不见得说一定要马上去极乐世界才快乐。念一下，心在极乐，好不好？对啦，心在极乐，不要把你的心定在这个世间的快乐。老公听话，儿子听话，全世界都要听你话啊！所以这个听话就是一种执着，这个叫我要管你。男人就是我要做皇帝，我要做皇帝，对不对？变咖啡系啊，我要做老板，我要赢过人家，这个变成阿修罗道生命了啊！所以太过于积极，为了争取第一名叫阿修罗道；太过于消极，到美国去很多游民那也没有意义，那像动物一样吃饱了睡，睡饱了吃，因为他认为积极没有用，他就停在那边，也不见得他们没钱啊、哦。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去车站要去帮助他们，他说喂我比你更好呀，但是他不喜欢工作，他就睡在外面火车站，没人管他多好啊，对不对？他在家里老婆或某光咖啡系那在那边多快乐啊。所以因为他是有钱人，他只是喜欢享受那种自在啊，所以积极也苦，不积极在那边等也很痛苦。所以各位呢，只要你内心放下，今天我们要大放生，大放生，放什么？放自己生呢？啊，你要是有一个强烈的我执，那你永远没有被放生啊，很痛苦啊。所以佛教的目的来解脱生死，解放自己，好不好啊？把自己给放生了，做你台做你挂，随缘随缘，我的心你伤不到。如果你对你跟你老公说你不要伤我心，可怜了啊，无间地狱，因为你把你的心交给别人管，我觉得太累了啊。所以各位要放生自己。什么叫念一下？一切随缘，随缘就自在。这个随缘不是随便，随顺因缘因果变化，了解吗？嘣，跳电了啊！等一下，各位拿个桶子哦，放生放生，阿弥陀佛，都要掉下去，心脏停了。我碰过两次呢，老菩萨阿弥陀佛啊，不见了，躺在那边，大家看脸色发白，走了啊，提个桶子还没装到鱼呢。他已经快乐的往生净土了，啊！大家都很担心。我说不用担心，这个做好事的，他家属一定能够认同。所以送到医院以后，然后医院说这不用救啦。医生说你看他死得那么好看，没事了。连医生都要加持，所以家属都说：哦，这叫做好戏。我说你要当偌久，叫我多安尼好戏呢？啊！所以我想个人因缘，下回我们办法会都要摆一副棺材，看哪一个有福报啊！啊，提着鱼就阿弥陀佛走了，啊，这要有福报呢，不然你要去汽车啊、插管啊，还疼还疼啊，对不对？同样死亡，各位你想想看，如果等一下放生，你放完马上断气去极乐世界，你要选哪一个？当然现在就去了，你要等到什么？啊，所以因为放不下。但是无所谓啊，佛陀说来放十八支物命消一世的罪业，记住哦，十八支十八支啊，来放七支物命脱离地狱苦。所以只要放七支回向给地狱的众生，他必定脱离。当然佛陀没有说你只有放七支所有地狱都离苦，佛陀是说你放七支念出那个人的名字，那个人就脱离地狱苦啊。那当然了，我们随喜功德用这么多人的
悲心来回向，希望减低很多地狱的痛苦。那何况是恶鬼道啊，所以何况是动物道，反正我们就可以消它的业啊。当然念一下，放生是第一有力功德啊，所以是最有力量，叫第一有力。因为佛陀定最大的戒律就是念一下永不杀生，所以杀生是最大的恶业，放生是最强的善业。所以各位呢，刚刚早上来他们说，师父啊，今天人很多啊，我说最好新加坡人通通来啊，来水洗功德。我们假设700万人放一只鱼，我们都有念一下共善业。各位记住哦，共善业。今天在台湾救了50万尾的蚯蚓，念一下水洗功德，杀度杀度，你要随时水洗。现在在棉兰，他们更赶在路上要去放那些猴子，好不好啊？300多只蝙蝠放猴子，今天马来西亚也救了30多只的。今天马来西亚哦，现在去救了26只的蟒蛇，水洗功德。昨天放37只，啊，做个老板只想每天说，哎，赚偌济啊你。做个菩萨只这样心，哎，做了多少功德，对不对？救了多少生命，啊，所以我们有办各种的老人助念关怀，每天他们都要报业报表。我现在还在做老板。去助念多少个，去医院关怀多少，去放了多少鱼，去做了多少烟供，办了几场法会，把它汇集起来，对不对？汇集起来，到处去利益众生。所以各位下念下来，做功德企业家，做功德首富，好不好？爱拼这样赢啊！但是最大的功德不是你有多少钱，用菩提心。点一盏灯，超过世界上每个人点1亿灯的功德，用一个最圆满的心态。所以了解这个道理，各位要时时刻刻随喜这些功德，然后再把这个功德回向布施给可怜的众生，好不好啊？我们成为媒介，诸佛菩萨所有善业的功德，来帮助所有痛苦的众生，靠着我们中间这一颗菩提心。啊，我们这个信心、悲心、菩提心，就可以把这个功德转过去。所以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重不重要啊？重要。就像地下室几百层黑黑暗暗，但是靠着我们这个小小的镜子，把阳光折射到地下室去了。就像点灯的时候，靠着大家的菩提心，把佛光融入到最深的无间地狱。让他们都看到十方诸佛菩萨的净土。所以各位，我们活在这个世间重不重要？重要。我最喜欢跟爱放生的人讲话了，因为各位都有悲心，各位相信轮回啊，绝对相信轮回，又有这个悲心，所以而且又有信心。所以老实说，那我们只要用了这一颗心到处去帮助别人，好不好啊？不要被境界打倒，千万不要被境界打倒。别人偷了你的钱，别人侮辱你，不要污染他，因为我这个心一污染，那个光就不见了，对不对？啊，镜子脏掉，水起了泼，就没办法反射了。所以，为了帮助这个世间，我们要保持来一心不乱，不离念佛，不离悲心，所以这样去布施给众生。所以，就像。我现在真想做一部手机啊，就把所有善业功德一直在手机，我们就一直接收接收就好了，对不对？接收以后，我们就一直给它透过我们的悲心给它回向出去啊。所以佛教有一句话非常好，来，万人共造善业果，万人共造善业因，每人皆得善业果。啊，就有10000人都在做好事修行，但是你有回向的心态，你加入这个功德随喜，那每个人都得到万人所做的善业的果。所以念一下，随喜所有善业，
随喜诸佛菩萨，随喜所有世间功德，嗡阿吽，融入六道众生，嗡阿吽，那我们成为这个媒介，好不好啊？所以希望各位放生要天天办，你一个人到海边坐在那边，人家拿钓竿，我们拿香，这样就好了。你在那边念哇哇哇，这样就好了啊。人家人拿饲料在那边钓，那我们去布施一点点饲料给鱼吃啊。然后哪是拿一瓶水都没关系，来佛前供一杯水，回向所有海鲜水产，皆得离苦升天。你只要在佛前供一杯水，观想海边有几万间海鲜餐厅啊，海鲜鱼抓了多少只啊，但是你只要用这杯水供佛，以这个功德回向所有被杀被吃被捕的海鲜水产，他们马上消业升天，相不相信？相信要去做啊！每天要拿一杯水供佛啊，回向给所有被吃掉的海鲜水产，这个叫念一下新加坡国民责任，好不好啊？慈悲是一种责任啊，对国家对社会的责任，因为新加坡靠海啊，海鲜水产多啊，那我们每天要为他们做，所以佛前供一杯水，可以念一下超度84000鬼啊，那些鬼道啊太可怜了啊，但是你为他们供一杯水，回向布施给他们，他们84000恶鬼离开饥渴，当下升天。所以各位刚刚一人一杯水，又加了甘露，替他们做布施啊。请问这是不是叫新加坡首富啊？所以各位好人，您好啊，我们是赚功德，因为这个功德让你心法喜充满。什么叫功德？什么叫福德？福德是你想要得到那个回报，叫福德，善有善报。那功德呢？所做一切不为自己，了解空性，你叫回向众生，哎，这个叫功德了。而且呢，希望他们最后都能够成佛。所以以后各位要多做功德啊！以后有儿子孙子生出来，就给他叫陈功德、黄功德。现在他们叫我取名字都取着黄三宝、陈三宝。他说：“师父，你为什么取的？以后你儿子问你，就要给他解释什么叫三宝啊，什么叫功德？哎，就像我们有一位女众法师，她爸爸取名字都是菩提啊、般若啊这样。”所以他现在出家了啊！从小人家问他，你为什么叫菩提，你要解释老半天，菩提还谈恋爱，那不行的啊，因为这个叫父母的英明睿智啊。像我爸爸给我取的名字叫荣享，他说你要光荣享受啊。我爸爸赚了很多钱，叫我光荣享受做皇帝这样啊。啊，好在我真的在做皇帝，穿黄色的，出家人，做皇帝，没有一切却拥有一切，了解吗？没有一切却享受一切，所以我来新加坡快乐啊，没有一个地方是我的，但是到处慈悲嘛，到处慈悲，去蒙阿波也慈悲，去老人院慈悲，所以刚刚在车上我们谈论了跟雪莉谈论了国家大事。什么国家大事呢？现在我们叫佛教生命协会啊，那我们大部分都是在放生啊，超度鬼道，现在还要再成立一个，念一下生命关怀协会，前面不放佛教，为什么？因为针对人的关怀，好不好啊？老人的关怀，病人的关怀，乃至往生者的关怀。听说新加坡也有往生以后没有钱处理后事的，那我们去关怀他，出钱的出钱，不出钱的洗尸体他说各种的关怀都可以了。然后呢，这还不够，临终关怀，他们生病了我们去关怀他。所以各位要练习练习口才，怎么跟他讲啊？讲哦，怎么样放下，怎么样忏悔，怎么样超越等等等等啊！因为他的子女很关怀他，但他不懂，不见得懂佛法。那各位都懂佛法，而且为什么来功力强大？
各位参加这么多法会，功力大不大？你不要把这个功力就用在你小小的心脏里面啊！啊，你要把这个功力回向给所有众生，好不好啊？带着我们的功德来布施给他。所以什么叫功德？如果各位做了善事，不为自己，回向给法界众生，自己都不执着，那这个功德生生世世，不管你到哪里轮回，一直到成佛都跟着你。所以各位，功德大不大？太大了啊！只要我们做每一件事情都不为自己，回向给众生，好不好啊？下回人家问你，你去哪里放生啊？你们都很自私，为了自己健康。 No， 我为你去的啊！所有的功德是要回向给众生的啊，认识的不认识的，不为自己啊。所以因为希望你成佛，所以要改变啊，然后让自己能够去引导众生。那心里想着，你看对着大海，你会不会想很多东西啊？会。所以人啊，多看虚空啊，各位不要没事光看手机那个小小的东西啊，你要看着虚空，看着大海，好不好啊？看着大海，如果你家住着高楼很好，俯瞰了所有人类世界啊，为他们念佛，为他们讲经说法，你要开始练习，好不好啊？练习到你楼下的啊，你是在画什么啊？你有听到啊？太好了啊！你要开始很慈悲啊。我有一次在海边傍晚，这边念很大声，很多人跟我念，嘣，鱼就开始跳了。哎呀，他说师父啊，有感应。我说你才知道，谢谢你们一起念啊，我一个念不够力啊，念到他们跳不出来啊。大家一起念，哦，那鱼会跳哎，鱼会跳啊，他们就觉得感应，然后就跑到前面，我们在前面试试看，一起在那边念，鱼又在跳，哇，感谢鱼哦。为什么？这就是佛菩萨慈悲，让我们这些没信心的，哎，你看鱼会跳，我们就有信心了啊，会有很多感应。大家很努力修行，天空出彩虹，彩虹快不快乐？啊，彩虹天天看有什么意思？但是念的时候有就不得一样啊，对不对？念的时候是一种回馈，一种回馈。所以我想佛菩萨要我们不退转啊，所以佛菩萨会创造各种因缘让大家不退转。念大悲咒，念到那个水会冒泡哎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我说那有我们小沙弥以前有好几个这样，念到水会冒泡哎，他就不退转了。有一次我不舒服，师父干嘛？我帮你念。那么你好，师父你喝吧。没好我都会装作好，我让他有信心。那么喝了那不好啊，他一崩他退转了啊。所以各位你要注意啊，以后你在生病，你儿子帮你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你没好的说哇那弄后期，你要度你儿子，我跟你讲啊，那假的都变真的。当你讲那弄后期，我没骗他，真的不痛了啊！因为你有悲心，有信心了。所以我想各位，佛法很慈悲啊！所以我每次去帮人家助念，我都求佛菩萨加持。他们家里家人那么多，都不学佛的，希望这个老人我们来助念以后啊，今天晚上不要叫了啊，就一叫到天亮，他们全家就会学佛了。我都认为，我说佛菩萨创造个奇迹啊，就像求上帝一样啊。让他们家里，因为如果你有这个善心，不是为自己的，往往都有感应啊。不吃东西的便会吃东西啊，会痛的变成不痛，会叫的变成不叫，不可思议啊啊！所以我到医院，我送人家这个咒语，我都会一直祈求啊，佛菩萨加持啊，让他带了以后啊，赶快不痛，赶快出院了、啊，然后他们全家哇就会有信心了、啊。特别在国外，我们在荷兰啊，在美国到处。他们的感应都比我们感应多，像我们华人已经习惯了，这个带多了手上一大堆啊，没什么，多一条而已。但是对他们不一样啊，他们一辈子第一次带啊，我要给他解释这个是有力量的，爱的语言呢，有力量的。你如果带了，如果你相信，希望你好一点，不可思议。所以我就觉得说佛菩萨慈悲啊啊，所以各位，就像我以前在基督教，我们。